出发去一个德州的牛排馆。那这边呢，就是我们的旋转大楼，那它已经快要盖好了。那这样算很快盖好了。还没到。我们到了我们的餐厅。好啦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了这里，然后刚刚那边有人在庆生。好，然后再。然后这里有，它有放一些花生，然后这个看起来就很好吃了。那等下等餐来了再来分。
回到我们的工作室啦。好，累了。好啦，那现在我要来剪这部影片了。对，所以现在就要去楼下的咖啡店去剪片啦。好，那今天的时光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。节目的实况健身报。好，那别忘了按个那个喜欢，订阅我，然后不要追踪我的 FB 和 IG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，拜拜。